过分了，过分了吧？两个字。嗯。嗯。玩起来，玩起来！双人举手画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呢？这个白红的场地呢？想当然就是一定要玩游戏了，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呢有六个人，就是分成三组，玩游戏就要奖励嘛，对不对？对。我们今天的干爹是我们的披萨，我跟你讲，厉害了，我就把它搬进来了。之前有上市过一次，上市立马秒杀，销售万份。真的，我没买到，买不到，这是终于回归了。哎，终于吃得到了，回来了。而且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还有一公尺哦 ，Oh my god！ 有看到披萨是方形的，而且有很多点心，有没有？这边是有公分数的哦。披萨，我最爱吃这个芝士，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超级适合派对，像什么圣诞节啊，什么节日聚在一起嘛，谁生日啊，什么单身派对，赢的话就可以吃，输的话没有答对就不能吃，好吗？现在来分组，我觉得就照长短来分组好了。就是。是呀。双人比手画脚，我们一组的时间是20秒钟，两个人各有各的题目，我们要猜出对方是什么，一个默契的考验。20秒一到，我们就立马输出，有没有猜中？只能讲一次答案哦，中间过程中不能对的话，你只能嘿嘿什么什么。答错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小无锤来捶打你。小无锤。冠军组合会有豪华加长礼车送你回家。我们知道平常都自己要搭 Uber， 还是那种，而且还是一般的，不是准的。当然啦、啊，不是穿越，对不对？我们要加油！好的，我们就照我们的身高开始，我们的顺序组合。来，短组的先。第一组是由我们的悠悠跟杨队，欢迎。哎，注意哦，注意哦，如果说悠悠答对杨洋的，他可以吃，你留着他的，你不能吃哦。对对对，尊重个人。所以你们是哎，总不能让你要比好一点。五个字。
是不是。你在看，你在看。哎，你要比你不可以听下来，你要一直听。你要弄上来。我要先回答吗？没有别的了吧？专有名词哦。捂脸男。太简单了啦！等一下哦，我五个字。大腿皮反超。铁板面，然后像萝卜糕，然后蛋饼，还有炸薯条，看起来只在炒东西而已。德国芝士 ，Oh my god！另外呢，我想要吃这个白酱的披萨，因为这是高级，你知道吗？里面还有海鲜。我想吃虾。哦，这个虾那么大一只，哦，好厚哦。我怎么同辈人不能吃？好饿哦。我难怪才能吃。对啊，比的好吃。对啊，比的好吃，应该有奖励吧。第二 round， 我们短组打头阵，来，请主持人闭眼。完蛋了。哎呦，完蛋了。这是新的口味哦。哎，光那个火腿就很有味道，而且没有花椰菜，营养均衡。不不不，你们自己加油，力气加油啦，中组中组，中组好的，再来是中组的对决，到底能不能拿到分数，吃到东西呢？这什么题啊？这个很难好不好？那很简单，那很简单，好简易，好简单。小方可以获得食物的机会。我跟你说，我刚刚一直在看这个。哇塞！跟你说，这个真的超欧式。我每次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单身，所以要吃纸包饭。我怎么被你猜成这样子啊？哦，你以为要吃马铃薯？出来拿一个薯饼给我慢动作吧。这样。侦查，哎，这个我可以。这个我觉得我 OK。可以。侦查。好
来选择这个和风章鱼沙。哦哦，这料量要太多了啦。鱼好了。啊。对，鱼块。哇，一口这个，一口那个，我会抓抓抓抓，你要加什么标？第三场最终的对决。哇，哎、欸，现在是有点小落后了，别忘了你家很远，你需要买车啊。哎、欸，这个很简单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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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可以。亮亮亮，二一，开始。他只是这样做，然后这样，然后，还有广告里面的广告演员呢，这超好吃的，最贵的，最贵的，对，有海鲜的，还有，蛮好的，很厉害哦，哦，哎，进去出来都不见了，那个虾子跟白酱真的很搭，对不对？超级 ，Oh my god， 哎呦 ，Oh my god。APP 订购可以再加送你一个原萃茶，还有很多其他的抽奖礼物送给大家，要相信你看资讯栏，一起搭 Limo 吃 Limo。吃完 Limo 了，你们要去搭。爽吗？专车送你回家，拜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交还你们了。没有啦，我跟他们一起的啦。哎、欸，你没有，你输了。上车。那这样子好像坐不下，这样坐不下，这样坐不下。坐得下，怎么会？看一下，看一下里面。坐在上面就坐得下。开玩
它是有限人数的，那这样你们只能一组上去，你们现在决斗好了。剪刀石头布。干什么啦？干什么啦？哦，请离开他们，请离开他们。猛男送你们上车，可以扒上车吗？好扯，好扯，我好惨。Oh my god！ 请好好照顾他们。好的，没问题。洋洋 ，Oh my god！ 我们说这个猛男里真是。那我先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其实我在车上。哎，唱一。那我对雅很好，我们就是一个真闺蜜。OK， 你看我坐在这一边，怕啊，我们家呆先生啊，手在干嘛？不小心就是按摩到啊，不好不好，我们可以接摸。哎，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真的不检点不检点？怎么回家？怎么可以回家？有这个长礼车，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party？ 你说炫一下，逛街，让全台北市知道我有礼车。OK， 吃 limo 去逛街啦。羊好开心哦！那有喂猛男吃啊，喂猛男吃。他们今天还想吃什么？很辛苦，都没有吃到哎。下次会在这边的。Oh my god！ 下面又留言，他们没有在一起哦，各位。对，你们没有错过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错过。你看那个嘴角下不来耶，过分了。我有男朋友。哇！你确定真闺蜜？确定真闺蜜耶？姐妹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自己吃吗？好啦，如果你们也想要搭 limo 吃 limo 的话，九月五号前订购这个聚宝盒就有机会跟我们一样搭这个超豪华的加长礼车哦，还有好礼要送给大家，搭 limo 吃 limo。今天小我不在，我们今天就这样做结尾好不好？就看洋洋幸福洋溢的这个幸福洋溢的笑容。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怎么样分享、订阅、按赞，还有。